那在几集以来呢，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贪是六根本烦恼之首，同时也是三毒之首，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烦恼。那么上次呢，师父谈到了布施可以戒贪财，那么如何来戒贪名位、贪权力呢？我们要请师父继续为我们开示。我师父在谈到如何戒名位啊，戒贪名位、贪权力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谈几个观念？譬如说，贪跟储蓄之间有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储蓄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呢？如果是储蓄是有个计划的，比如说我储蓄到多少钱之后呢，我可以买一部大藏经我储蓄到多少钱之后呢，我可以继承一笔奖学金，让某一个人就是能够读书，这不是很好吗？这不叫做贪。如果说是啊，我是希望能够多储蓄一些啊，财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满足我自己啊，总算是我有了钱了，那这一种叫做贪。如果说是有一种啊非常正当的目标计划储蓄财产，那是非常好啊。是那么现在呢，这个投资股票也非常的风行啊。那么师父觉得如果投资股票是希望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呢？股票看看是怎么样子买股票啊，我是不会买股票，我也不动股票，我也没有进过股票市场，只是看到报纸上有这么一些讲股票的情形，有的人呢玩股票玩得倾家荡产，像这种情形呢我们叫做烦恼，叫玩股票就是贪。玩股票不是玩，而是投资嘛。那股票是帮助这个公司，那些股票公司就是发行股票的那些公司经营它的事业，正常的经营，那不是很好吗？股票可以进，这就是融资，那个这个加强这个资金的流通，这个是越流通那个对社会越有益的，经济会比较活络一点，不是把这个钱呢死死地埋在地下，那这个社会就没有那么的繁荣了。所以钱就像水一样常常流动，流动的时候啊，你多也好，少出来也少了的也好，多也好，你老是想我这个钱呢放到股票里边去是帮助社会啊能够流通的啊，这个就像水能够有活的我这个是湖水里边有部分的水在里头，那这个是啊是很好，赚了钱很高兴，丢掉了钱也比较痛苦。但是呢赚钱赚的越多，你希望你赚的这个钱你看看你怎么用法，你就是丢掉的钱请不要这个投资的时候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孤注一掷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了，而不自量力的这被股票套牢了，那这非常痛苦。所以是不要把自己啊陷在股票的里边，不要被股票绑住捆住为止，这个不要叫玩股票，而是说去啊参加股票的一种啊运作，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还是说一样的行为，可是你用不一样的观念去做的时候，可能带给你的结果也是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是观念不一样，你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一样是。那么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贪财啊可以用布施啊来戒，那么我们如果贪名、贪位、贪权力的时候，这样带来的烦恼又要怎么样去戒呢？往往呢，所以失之而名归，名啊，就是浪得虚名，或是追求虚名，那这个是痛苦的事。而名这样东西是啊，是叫做供器，是一种器具，有名，你就有位置。有位置你就有你呀能够做的事，能够发挥的力量。有名不是坏事，这个名不是我自己呀追求来的，而自然而然呢又这样子出现一个名，这个名对我个人对你来讲并不重要，而只是说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出现的比较多，频率比较高，所以是比较有名。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
没有什么意义，那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张事在那个地方啊。但是呢，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名啊斤斤计较，常常在电视上出现，突然间一下子电视上没有你的面孔了，常常在报纸上出现，一下子报纸上看不到你了，那你觉得很痛苦，这个就是很失落，这个就是烦恼了。但是呢，报纸上出现，电视上出现，这个大众媒体里边呢，常常看到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不得了，这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所以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也很好。如果说是电视上没有机会让我们出现，报纸上也没有机会让我们呢暴露，这表示说现在这个时间这个环境没有因缘需要我出现，那也很好，我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现了，我或者是没有这种事情做，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去啊。所以名有名很好，不要把那个名当成自己来看，那这个名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名有了，就把那个名当成就是自己，其实这个名不是自己，名是大家知道而已。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名没有问题。否则的话，有了名以后，就怕失落，就怕名不见了。还有呢，名高了以后，往往啊不愿意这个往下，名高位高的人，一旦有了名，有了高的位置，再要叫他变成个默默无闻的人，他很痛苦，觉得这个社会遗弃了他，很可能觉得这个世界呀、政治啊、岂有此理，像他这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了。那么这种叫做一种没落感、落寞感，那多是一种烦恼。所以说名，你把它当成一种暂时的一种虚名，不要把它当成自己，这个名没有关系的，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所以名位权力可能都只是一种因缘而已，都是一样，不要把它看成实质的东西。是是，感谢师父开示。那么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有关贪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收看大法鼓。